星期日沙田日赛，沈泽成强战开罗日。2020-21年度马季将会在今个星期日展开，焦点赛事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。沈泽成在这项赛事表现极佳，历嚟派马上阵10次，就有4次夺冠，兼取得3亚1奠佳绩，包括上届凭低豪福星以及4季王包办冠亚军。今次沈教本来安排低豪福星争取卫冕，但系马匹因为健康问题退出。不过马房另有最合拍上阵，呢匹5岁马一直以嚟表现出色，服役以嚟上阵15次，取得7冠、2亚、2季佳绩。上季美国族3级赛1400米精英杯亦都跑获亚军。今次将由人马合作2战2胜嘅巴道操刀，速情各族田草1200米又可唔可以取得好成绩呢？密切留意星期日沙田日赛。